这是哪儿啊，主任啊？我感觉好像没来过的地方啊，主任，人呢？啊，主任，跑哪儿去了？这刚才还跟着我呢。哎呀，你别看我穿着这么款样的，我不认识路。主任，主任，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啊！清晨起来，打开窗，心情美美的。哟，一天到晚啥也没问，爽，就是穷得瑟，怎么了？我不妨告诉你们，除了偷狗的，我也没怕过谁。今天家里没人，我也上了吊床上面，去感受感受。我看看这玩意舒服不舒服。哎呀，是有点得劲啊，这比趴地上可舒服多了。哎呀，我狗剩子看了一辈子大门，该享受享受了。很多人对我会用筷子表示怀疑，这有啥？这有啥怀疑的？现在这个世道，男判高女判瘦，狗穿衣服人肉肉，没什么不可能啊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作为一个汽车修理工，手上拿个扳手很合理，是吧？完全说得过去。其实这个洋葱一点都不辣，我能面无表情的吃洋葱。哎呦，我没哭啊，我没哭，我只是想起我那死去的六舅老爷了。起床起床起床，都几点了，你起床喂狗啊你！我去，你也反应没有啊？你起床啊！你起床起床起床！你个懒货，一双好腿不起床！你看我老三。今天天气，哎呦，摔死我了！哎呀，这个破椅子竟敢蒙坏我！你这命到头了，我告诉你！找你！哼，这就是得罪我的家长！这一下怎么冒出来这么多？我该咬哪个？我叫啥来着？我是谁呀？我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完了，我 CPU 好像烧了。我原以为人是最怕热的，原来动物们也这么怕热。你看给这乌龟热的，好家伙，都晒爆皮了，好好的史诗皮肤成碎片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蜗牛爬得这么快的，还不是这天给热的。这爬快了还能活命，爬慢了估计一会儿就干巴了。就这个气温，能不出来遛狗就别出来遛狗了吧。你看给我狗个热的啊，不，给我狗个烫的，这是站着烫脚，坐着烫屁股。走吧，赶快回家吧，一会儿成铁板热狗了。还是家里舒服啊，有个水龙头就更赞了。浇灌吧，尽情的浇灌吧，虽然脑门子拔凉。家里有条件的想必都吹上空调了吧，请不要责怪你的宠物怎么喊都喊不过来，毕竟这么热的天守着一个空调，那可比什么都得劲啊。这也不知道啥时候钻进去的，你倒是挺会找地方啊，这家伙拽都拽不出来啊，往外拽他跟要他命似的。39度的高温，烈日的炙烤，狗子宁愿跑着也不坐车，我只能说这小子真机灵啊。Ha ha ha ha!